小心，坐咩咁迟啊？呢度坐啊你。唔系，头先咧塞车啊，塞车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啊。系，塞车。嗯，在内地啊，你遇上塞车就打电话给我，我叫石亮车给你开路。来，干杯。哦哦哦，干杯。呢一位就系袁坤大哥，我同你讲过啦，我哋广西嗰个旅游开科项目，全靠坤哥啊，先搞得掂。 嗰几条村嘅村民噶啦，哇，好嘢喎！喂，坤哥劲啊！即系咧呢坛嘢咧，我哋搞咗成年啦，搞唔到啊！哇，坤哥出马，掂晒！客气什么呀？我听小胡说，你们想在广西搞一个国际档次的旅游主题城，我也挺爱旅游的。哎呀，我还听小胡说，你那个什么亲戚阿舅的，让沈阳姓熊的三兄弟缠上了是吧？坤哥听我讲啊。 乔光山同个山兄弟嘅事，听到火都嚟埋，问我啊，你系咪真系想搞掂佢哋？佢哋仲系想扬就话啫，听讲红儿去咗广西倾生意。我告诉你，在广西，你认识我袁坤，就等于跟老天爷拜了把子。我让谁坐着，谁就得坐着；我让谁躺下。 谁就得躺下，劲啊，坤哥！你知唔知啊？山哥为咗呢一件事咧，真系谂到头都系埋啊！但系又唔好意思嘛，坤哥嚟嘅。哎呀，什么不好意思嘛？来，明天我就跟你上去找那个熊毅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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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 我 cancel 佢，我飞机降西。余生，呢个红衣桑嘅喎，话唔定佢专登嚟捉咗阿桑，然后再设计陷阱引你上广西。你贸贸然上去，可能有危险。余生，不如我代你上广西。你放心啊，我会打俾红爷，佢话晒广西嗰啲人面嘅。咁好啦，万事小心。 乔先生的姻缘与唐先生无关，能不能先放了他？基于你的要求，我会向乔先生转达，跟你们安排一个时间，大家按桌谈谈好不好？我请你们老板上来，他随便派个张三理事来，太没诚意了吧？老弟。 大家都是吃糠如饭，你不要口出狂言了。放你的狗屁！我不是你老弟，你知道吗？干！
兄弟，广西都是我的人，你就一把枪，能杀得了我多少兄弟啊？放心吧，阿佳已经送去医院接受治疗，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，只是为止送去医院太晚了，没办法接驳。 都怪我太过大意，当初他跟我讲，要帮我去摆平情况的，我就应该俾佢。估唔到，不过你的情况实在太过分了。这个熊毅，人人说他是疯子，但是他连江湖规矩都不管。我跟阿佳找他谈判，他竟然把我们关了起来。这口气，我说什么也咽不下去。现在他在我手上。 我随时可以把他砍喽。不过，这事儿因你而起，这个人情我就卖给你。你一句话，你说杀就杀，放就放。我们先去酒店。 乔先生已经在那等你。熊三哥，乔老板，<笑>熊三哥那么老远打沈阳到香港，只带两个助手，真不简单呐。<笑>来，坐坐坐，请坐啊。坐。我看得出来，这一次熊三哥很有诚意。 那我们就干脆把话给说明白，只要你答应不再打我女儿的主意，你二哥啊，随时就回沈阳。姓乔的，你说的倒是好听，叫我不打你女儿的主意，你就放了我二哥，那你这不就是铁了心要我大哥坐牢吗？是不？你大哥坐不坐牢不是我说了算，得等啊。 法庭的判决，我呸！什么法庭？什么判决？在沈阳，我们姓熊三兄弟就是法庭，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判决。在香港，谁不知道你乔江山的名字啊？Hello， 想睇我有份演出嘅《法证先锋六：幸存者的救赎》，而家喺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睇啦！每日紧贴香港更新，快啲 download 呢个免费蓝色 app， 随时地煲新剧啦！